欢迎收看股期晚点名。那整个昨天大盘呢，小涨十点。昨天万宏涨停，华邦电大涨，对不对？连续的大涨，华新科也是大涨。那今天大盘呢，跌29点。万宏呢，它第二支涨停，华新科平盘整理，华邦电今天拉回，我都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。那另外呢，大同往上涨，那我为什么要讲大同？大家记不记得我昨天跟大家谈这一档股票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要不要赚，我讲了好几天了，我说慢一天你会少赚一波段。这一档是什么？大同，它是不是涨上来了？它今天还有平盘，我们昨天还在买，不管是昨天、前天或今天，你都是少赚7%，慢一天你会少赚一个波段。当你错过亚光赚倍数，错过华邦电赚40%，你一档一档的错过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最近布局的股票，我跟大家谈过，大部分呢都是属于什么？属于大型的，大家不喜欢的，低价转机的。你注意听哦，不是所有低价股都会涨，它要是获利的才能涨，这才叫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兼顾嘛。我昨天跟他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如果你是最近这几个月回台湾的资金，你会买什么股票？你不会去帮人家抬轿嘛？你大笔资金的人，你当然要低档卡位。可是大盘涨到万点了，还有什么股票没有涨？就是一般散户、一般投资人最不喜欢的大牛股，对不对？股本大、股价又低、不会动的股票。我说过，每一个时机你卡位的股票都要有不同的思维，你要去想法人在想什么，外资在想什么。为什么万宏一路涨？为什么彩晶一路涨？为什么华邦电一路涨？为什么大同你又错过了？我们看一下大盘，好，大盘今天拉回相当漂亮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？我常跟大家说，第一个，美元指数创新低，我说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台币贬值。那因为在这个地方呢，美元贬值，台币升值，对不起，台币升值，所以台币没有汇出的压力，外资没有汇出的证据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要老是去担心外资它是会离开，并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明确的多头，你把外资法人的去掉，明确多头。接下来呢，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的？我说接下来你往上走，你最怕什么？你怕这里的套牢压力嘛。那七月份套牢的股票，高档拉回的股票，七月份的这些股票你不要买，你买八月筑底的股票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那八月筑底的股票呢，
它七月没涨在整理嘛，那往上一突破它就是创新高，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谈的观念。那今天拉回好不好？拉回很好，拉回量缩，对不对？拉回以后慢慢走，重点是个股，你只要把大盘方向抓稳了，接下来就是个股嘛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同，大同这是昨天，昨天我们建议在这里哈，平盘附近13.2到13.6买进大同，我们稍微拉近一点，13.2到13.6买进大同，波段看好，波段看好，10:12，这是昨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这个价位，10:12在这里，13.2、13.6，这个价位能不能买得到？全部成交嘛？因为到收盘13.35，这一段时间大概3个小时，你都可以买得到，都可以全部成交，包括今天开盘还在13.35，你也可以成交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收盘涨了7%。你是慢一天，你又少赚7%。那这一档股票呢？我们今天大涨以后呢？我们说大同突破14元做轿不卖，哪里突破14？这个地方突破14以后就不卖，对不对？那之前这个地方卡位，昨天卡位，前天卡位，这样是不是7%？你最少在今天开盘，你还可以赚到7%，是慢一天，你又少赚7%，那很可能你会少赚一整个波段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同，大同这三天呢，从这个地方往上拉，这是大同，至少我先赚了这一段，对不对？那大同这一档股票到底有没有赚钱，安不安全，这个很重要嘛。那每一档股票基本面你要兼顾，虽然是低价股，我必须告诉大家，很多低价股10块20块的低价股它是亏损的，但是大同没有。好，大同第一季呢赚 0.04， 上半年赚 0.28， 它如果没有亏损，在面额附近你买进就会很安全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一下大同的净值，净值来到 13.16。 所以我昨天是怎么告诉会员的？我说 13.2 你买进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它在净值附近，而且它今年是赚钱的。那这个叫做基本面技术面兼顾嘛，在低档卡位，对不对？那往上走，这个颈线来了，这颈线是多少？14元。至少我先低档卡位赚了这一段，它如果再往上走，它有没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？那如果来到这个地方呢？依这里来讲，这样就是50%。华邦电我们赚了40%，那大同能够赚多少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先赚了这一段。我买的股票都是值得投资的股票，值得买进的股票。那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筹码面。那问题是这些股票为什么会涨？因为散户不喜欢这种大牛股、低价股，对不对？他全部卖掉以后，筹码就很干净了，然后就往上走。那他的月 K 线呢？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把全值还原以后呢，它的月 K 线图形是这个样子。我很喜欢月线在低档的股票，那这些股票往上呢，它往上空间会比较大。我说过了，它如果来到这里，那应该涨幅可以达到5-6%。那至少我先赚了这一段。大同这一档股票讲了好几天了，
我是帮你赚到了。我们一档一档做，同样的，我再度给大家机会，超值体验实名。我希望你不要去等待，机会来了，你就自然赚得到。慢一天呢，你会少赚一天，甚至少赚一整个波段。休息一下。好康弄底家啦！即日起升装韵达投顾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， 或电02-2781-0909 2781-0909。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，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，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，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02-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欢迎回到现场。那我最近这一天呢，一直在跟大家谈什么？谈景气循环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谈到减资族群，这个很重要哈。那减资呢，由国巨带头，万宏跟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要减资？万宏要减资的原因很简单，减资让它面额来到10块钱以上，然后呢？它就可以融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万宏呢，它已经开放融资了，昨天已经有融资买进了哈。它今天万宏第二次涨停，盘中这里出现蛮大的量哈，昨天只有2900张，今天来到8万多张，但是还是守住27000张哈。那这个地方，大家会很疑问，到底是谁在买？那万宏今天呢，有一家外资帮他调高目标价到47块，那今天涨停呢，40块7毛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你要去查万宏，他今天你不要看这么大的量，你要去查看他今天融资，这个才是重点哦。因为他开放融资了，那如果说今天是自己卖给自己的话，也就是说他把现股卖出，自己买进变融资，一张变两张，那这档股票就可能会大涨，他就不止两次停板，这个是你需要去想。我说有时候想事情呢，不要那么单纯，你要去想法人在做什么。不要一看到大量你就很紧张，这个数据相当重要哈。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国巨，我说减资族群国巨是带头的，国巨呢今年业绩相当好，上半年赚4块，那今年呢至少8块以上。那被动元件族群呢，它也是景气循环股的一种，那目前来讲呢，也是属于要调涨价格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巨哈，国巨减资以后，它一直在高档，180几块。如果几年前你说国巨会180几，没有人相信。那这就是景气循环股的魅力。那另外呢，它减资以后呢，它的获利增高了，它今年可以赚8块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谈到华新科。
华新科呢上半年 1.6， 那今年至少因为调涨的价格调涨的关系，它今年至少可以比去年高，对不对？去年 3.95， 所以它今年它获利会超过4块钱，那它跟国巨呢会形成一个比价的效应，那所以我才会讲呢，华新科它昨天往上涨，它今天在这里做整理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档股票我们持续看好，它今天在平盘附近整理，大涨之后呢，它一定要整理嘛。那这符合我之前跟大家谈到什么？我们用这一档做例子哈，我说你现在买的股票要买八月筑底的股票，你要避开七月盘头的股票，这样子在这个地方你就不会买到不会涨的股票。八月筑底的股票就是八月呢，它股价比七月还高，那这种股票一旦创新高，它就没有套牢的问题，而且呢，它往上呢海阔天空，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谈的。华邦电也是一样，华邦电在大盘呢拉回，大家很紧张、很害怕、不敢买的时候，华邦电在这里卡位，八月对不对？一路卡位往上 39%， 一档一档做。我说过呢，你只要抓住了一个方向，一个多头的方向，重点就在个股，个股它会形成一个轮涨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旺宏，旺宏呢，这是八月，我不记得八月初呢，我一直跟大家谈旺宏，这是八月七号，那另外一直谈到八月十四，那接下来呢，接下来它停牌，对不对？八月二十八号挂牌，它已经连续两只涨停，我们是还原全值哈，因为在这里它形成黄金交叉，调升目标，外资呢麦格里调到四十七，那因为这样来操作景气循环股，你比较容易找到方向，当一个方向明确出现以后呢，你就很容易赚到波段。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地方你要去注意哈，同样是低价股，你要买到它是获利的公司，而不是亏损的公司，这个很重要哈。那另外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像之前我们八月份一直谈到彩晶，对不对？它四月一路涨，你看外资买这么多。我在七月底八月初呢，跟大家谈到两档股票，很重要的股票，那一档是旺宏，一档是彩晶。我们很简单的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是大盘八月初大盘在跌，大家很紧张的时候，跌98点，彩晶根本跌都没有跌，一路涨，你越不敢买，它越涨，它越涨，它涨几天了？它已经涨几天，涨到这里洗盘，对不对？洗盘完了，继续涨，继续涨。我说这种架构，这种大牛股，这底部够架构够扎实，对不对？它往上走，它就很容易形成波段。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谈的是，在往上涨的过程当中，法人买这么多，为的是什么？就如同法人买了很多旺宏，买了很多华邦电，到底为的是什么？那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我只想问这个问题。你要了解法人在想什么，你才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获利。我讲过呢，如果你是新进的资金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要为谁抬轿？你当然找一些大家都不喜欢的股票去筑底，去买进嘛。大牛股、低价股是最近这两个月很多投资人都不喜欢的，因为股本太大不会涨，但是呢，一旦筹码发生变化以后，刚刚好相反，这种股票呢最容易涨，而且因为低价十块涨到二十块呢很容易翻倍。那融资像旺宏它有开放融资，那我希望大家从筹码面去想，那大盘如果多头的话，
筹码面它就是决胜的关键，你能不能赚波段的关键。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下一个时机，下一个买点。你慢一天，大同今天涨 7%， 你少赚了一天。我们休息一下。韵达投顾后康弄底家啦！即日起升装韵达投顾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， 或电02-2781-0909 2781-0909。精细的刻痕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，不分昼夜的运转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，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，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 02-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 2781-0909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我们每一档股票呢？我们都是事先讲哈，事后印证。那每一档股票呢，我们都兼顾基本面、技术面、筹码面，对不对？我说过，再怎么低价的股票，它也是获利的，它不能是亏损的。那技术面在低档区，尤其月 K 线在低档区，然后筹码集中，法人有在买，然后跟着进去做轿，然后呢？做轿上去，这就是你会汇的价值。那目前我谈了很久了，我说目前法人他积极布局的都是景气循环股，包括被动元件，对不对？像华新科，包括快闪记忆体，像旺宏，像华邦电，包括呢像低价大牛股，我们今天讲的大同。大同昨天13.2 到 13.6， 有几个小时，三个半小时都可以买得到。所以我说呢，如果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，低档买进赚波段的这种理念，而不是高档去追价赔钱不卖，一赔一整个波段，完全是倒反。认同我这个理念的，你跟着我做。我说不管你资金100万、1000万甚至1亿，你都买得到，因为这种大牛股呢量相当多，时间很充裕，让你在低档去卡位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卡位完成以后，你就是坐轿，你就是坐轿，对不对？今天平盘还有 13.3，那你这样子做轿，你一天是不是赚了 7%？ 那我要跟大家提醒，它净值是13，它第一季、第二季都是赚钱的。它的月 K 线在这里，它有没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，甚至往上突破？它来到这里，至少呢就已经赚了50%了。那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一个操作观念。那现阶段来讲呢？认同我操作观念的，我希望你跟着我卡位哈。我知道很多上班族他没有时间，很多事业经营者他也没有时间，或者他也不够专业，不想错过行情的。我带你进场，我一定很自然的会带你出场。像亚光，热门股全部买得到，标倍数，对不对？像智源这里也有30%，这是汇汇的价值。
像类似彩晶华人买这么多，华邦电一档一档操作，包括大同，我带你进场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场，跟着我布局呢，低档卡位赚波段，一档一档做，慢一天呢是你少赚一天，超值体验，限时限量实名，谢谢大家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